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熬夜，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。刚进社会的打工族、上班族都有一个困扰，一个月收入才两三千令吉左右，如果加上外面有租房的、买车的，扣掉房租400令吉，汽车贷款400令吉，伙食600令吉，就只剩下1000令吉左右了。再加上保险、娱乐休闲、出外拍拖、杂费旅行等等的，到了月尾，不知不觉你就变成了一个月光族，想破头皮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存款多添加一个零。今天好月就和大家分享可以让你轻松增长财富的三部曲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开始吧。第一步，设定理财目标。读书考试有目标，工作效绩有目标，理财也是一样，有了目标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样规划，用什么方法去实现它。首先，你必须依照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制定出一个合理的财富目标，可以使用 SMART 法则。例如你现在的资产有10000元，收入每个月是3000元，那么你的目标可以是在一年内把资产提升到20000元，这就是你的年目标。接下来再把你的年目标分拆出来，分拆成12个月，那么一个月的目标就是800到1000元左右的财富增长。现在你就知道了一个月必须把多少的收入存到你的账户里，有了目标你就能真正知道你需要存多少的钱，你能花多少钱，你得赚多少钱了。第二，管理支出。有了目标，现在我们就来管理我们的支出。在这部分你必须开始问问自己需要和想要的东西。收入不够多又想要增长财富，就尽可能不要购买想要的没了它也能继续生存的物品，比如电影、星巴克、新衣、新鞋、新手机等等，这些支出都不能给你带来更多的财富。那么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行费用，同时尽可能把这些支出控制在 50% 的收入里面。若以3000元的月收入来算，1500元就是你支出的最大限额。你可能会说，够吗？这么少？但我可以告诉你，绝对足够。好月以前中学毕业后出来吉隆坡这个大城市工作，一个月工资才1800元，但每个月我都可以存到1000元。到底怎样办到的？很简单，因为那时候我的收入只花在需要的东西上面，200元我哪来付租金，300元伙食费，早餐每天吃面包加麦肉，不到2元马币，午餐到霸其市场里买 2.5 元的炒饭来吃，晚餐就自己加一些蔬菜调味料煮个面来吃，平均不到2元马币。交通方面，我每天会步行半小时的路程去上班，一天下来的花费也不超过10元马币，再加上100元买牙膏、发蜡、电话费等等的琐碎开销，每个月存了1000，我甚至还可以给父母100到200的孝顺金。休闲娱乐，我会选择不用花费的方式，像是爬山、跑步或玩一玩吉他。如果想要看电影，我可以上网看，什么星巴克、珍珠奶茶、甜品绝对与我无关，因为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，一杯20元马币的星巴克就足够我吃上好几餐了。你可能觉得我未必也太苛刻自己了吧，生活品质都没有了，但好月想表达的是，支持生活费用并不需要你很多的钱。当然你也不必像好月这样的苛刻，休闲娱乐、拍拖约会、喝茶闲聊还是可以有的，但只要做适当的调整，不超过 50% 的收入支出，上班打工族想要腾出1000到1500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第三，让钱赚钱。这是最后的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有了这 50% 的钱后，就拿 20% 存起来作为紧急储备金，应对突发状况，未到迫不得已都不要动用这笔钱。剩下的 30% 就拿来做投资，但投资回报率就一定要超过通货膨胀的利率。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膨率是 5%， 投资回报率就必须超过 5%， 因为如果投资回报率太低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投资进去的钱还不够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罚值，那么你的投资就完全没有意义了。所以是银行定期存款的话，好月就不会推荐了，因为利率实在太少了。钱不放在银行滚利息，那要放在哪里做投资呢？这边有几种选择，可以放进回报率比较高并且可信赖的信托基金，也可以拿来投资一些可以升值的东西。如果有比较高并且稳定的收入，就可以投资房屋或者一门可以赚钱的生意，也可以拿来投资股票，投资一些稳健的美国蓝筹股，像是苹果公司、谷歌、脸书、星巴克等等的，这些都是市场公认成长稳健并回报率高的美国蓝筹股，每年平均报酬率都超过了 10%至20%。而投资美国股票的方法，好月就会推荐 eToro。 为什么呢？
因为你不必通过那些银行、中介，付上一些没有必要的手续费、新账户费、维修管理费等等的，才能进行交易。等到你可以交易的时候，想要购买外国股票，像是美股，又要额外支付手续费，以及面对股票的一些门槛，像是谷歌、亚马逊，一股就要价$1,000+。很多人想要购买这些高价蓝筹股，又因为资金不够而打退堂鼓了。但在 eToro 就不一样，你不需要支付那些没有必要的维修管理费、账户费、手续费等等的，随时随地就可以进行交易。再来就是想要投资像是谷歌、亚马逊这些美国蓝筹股，门槛也是相对的低，可以以最低$50的金额轻松投资这些稳健的高价股。那如果你不懂交易或者没有时间做交易的话， eToro 也有复制跟单的功能，可以直接抄袭优秀投资者的策略，让你复制跟单风险系数小、报酬率不错的明星投资者实现与他们同比例的投资行为。好了，这是今天好业和大家分享的有效增长财富三部曲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当然好业本身也会在 eToro 上面做投资，专门投资一些稳健的蓝筹股。 eToro 的注册连接就放在了下方资讯块里，如果大家点击注册并入金投资的话，好业就会赚取一些奖励金，而这部分的奖励金好业就会拿来提升影片器材，继续经营好业频道，推出更多有质量的影片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，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、点赞和分享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那我再想想看怎样吧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，以在影片更新时第一时间获取通知哦。拜拜。